next week never come. No, exactly. Next week. Just me. Ban 5 more Dragon Inferno from Stone Mega Knight. Mega Minions. Tornado! Oh, Right Hawks. 这没有毒药的话，这解这个黄家猪有点难啊。不过这波飞龙真的很及时，两边都歪了一下脖子，就都觉得自己进攻和防御不太好嘛。是，感觉收效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哎，但我感觉这波 AU 还是挺赚的。I think we display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是的。Display backgammon Suppy backgammon 基本持平，那这里AU应该还是。难怪UMB现在摇头了，这个工程锤碰到了这个墓碑。对。而且是没有火球，这个就铁撞上去了，还下了一波电法。那这波电法吃掉以后 ，AU 会怎么办？分猪还是打铜鹿？对，AU现在的做法非常的多啊，选择分猪。Right。那这波再滚一下。 右路的猪要打好很多血，是的。左路也打得不错。左路这波毒药抢的血量也还可以，袁明先被动的换了一个这个平均血，但这波血量费用上赚了，看能不能冲进去。土木加墓碑打一下。土木应该是把墓碑的排序过了出来啊。对。直接顶在桥头。这一波拿兵法来守一下。 你好像刚刚好守住，你看这波光的塔被激活以后解这个黄毛解的很快，你看解这个飞龙也很快，是，这里城底拍皮卡，这里换猪换鹿了呀，然后带你炮车，这波能不能把这个幽灵给吃掉？哎呦，这里好像并没有把这个幽灵给吃掉，皮卡大白的走过来了，嗯，看怎么来解这个墓碑啊，很关键，里机甲。 墓碑这里跟飞龙远比先，这里会不会滚一下直接选择撒毒药？那这里激活光塔真的优势特别大，看这皮卡一下就被打掉了。是，然后再拿飓风勾一下，喂，去堵车了。那这 AU 还能过一波滚木来蹭塔，看一下他会不会选择过。过波滚木蹭到塔，那这里你这个工程锤是不是能接啊？然后勾一下。 然后再用机甲拍掉这个飞龙，那这个激活国王塔的 AU 真的没办法呀，天生优势呀。对啊，这一套基本上天克啊。对。何况还有一个。这里又滚木蹭一下，你有国王塔坐镇自己的一个防守的区域的话，相当于平白多了几倍。对。可能15费再打。那我这里直接顶着电车就上猪了。对。又抢了很多。Poison。看一下 AU 这波本土用了很多费用来进攻，这墓碑，最主要是没有火球了，这个本末电法锁塔了吗？被机甲挡一下，再本末又滚一下，那这波猪又来了，守住了，是的，守住了以后，这里鱼丸很着急了，不能再跟你墨迹了，很急的一个表现，是的，那这个飞龙，poison，直接不要，那这里直接宰杀。 OK，GG，这么说啊，是，但是这个20斤可能还不够，还来再来20斤，压运气来了，对，还是上三枪来了啊，没办法，这个时候不用三枪，还能用什么呢？嗯，哎，后手概率，两边都是50%多，差不多，后手概率这个数据我觉得统计还蛮有意义，对，这飓风没失误，嗯。 快一些，看一下鱼丸米线有没有带女武神吧。其实如果带了女武神解这个猪还行吧。嗯，这三枪用幽灵解吗？哇，直接金汤一喊，他这个是就是说我这一波没有怼进，就要一波怼死你。是，这波好像怪怼进来了，这波处理很机智呀。乱拳，No，王不死。Oh my god，我叫忙死你！是，听说你胜率第一，王哥。那这波再做，哥，带的黄家柱来带的蹦迪啊，有点像蹦迪感觉，是的，兵法加机甲，来西座后面。
啊，还是皇家桌，那这里鱼丸明显如果带手女武神，反击，但是这个女武神下的不好呀，位置欠妥，他应该下的这个公主塔的前面一格，而下到前面三格的话太靠前，三的阿荣，哈哈，这个AU还有机会啊，哇，这么的吗？就赌你没有AOE，嗯，十三枪啪啪。 哎呦，火力很凶啊！是的。No。冰塔点掉。对上。变一下，我就要拆你两塔了。哎呦。那这波应该是鱼丸明线拿下了。是。zip zip zip zip。说鱼丸明线还有什么卡？哎，盾牌。用了三枪，感觉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是的，果然还是自己喜欢玩的卡。对。擅长玩的卡。这再多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的。这里苍蝇直接吃到毒药。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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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key 上幽灵了，这里就是说要把AOE，因为上线没换，OK，Gas，AOE坏了，上桶了吗？那这波要摁死UI米线，因为上的阿查利，上的Aron。 哎呀，同应该是哦，直接跟洛林盘火，没有，reset，rascal，然后一波桶，哇，哎呦露出来，MVP，哎呦露出来，MVP，这里想保一下公主，但是还是不行，所以盾牌，我觉得鱼丸米线这一波可以卖了，因为OK，高的，顶多就砍两刀，不带过我踩气也是没有问题，高的again。 Who's play first test? Legend, bro. I give up loss after this match. Upload. 不好意思，用力隐身了，这，哎呦，哎呦，女武神，还好，哎呦，塔给力，那这里矿工要挖公主，这不挖吗？还多踩蟹，我不耐，现在就是，知道，然后再拿团火吃，很被动。 这波还有机会下三枪，因为对方把毒药给交掉了。是。看一下鱼丸米线这一波，是苍蝇海矿工呢，还是三枪？这里直接桥头顶幽灵啊！没有任何问题。对，哎呀，没保住这个三枪呀！连环失误。这波没了。No，nice。
Good game, good game, good game. 3-0啊，在今天的比赛中战胜了 W 战队。是的。Good game, good game, good game. 12胜。这些地方，下方是 Nova 的 AU。好如果是带火球的话，就效果不错。Zap， 这样抓鬼木吗？这可以明显的鬼木是行空了呀，而且一个猎人反打一下，但是这波反打如果直接跟一个猪，然后一个应该是电塔好像是不好拉的呀，不好拉吗？直接滚掉很难呀，野猪应该能够敲到一下的，还有一个学要敲了一下。还是有些伤的，你又空阵了。那现在那边就非常关键的就是这批啊，他到底用了？对，阵就来扳不个了，阵算了，木扳不了，整个比赛来扳不个，对吧？因为过扳不了。现在这边是直接桥头下这个还行吧，过牌我就当过牌，是的。哎，不是吃掉也没关系，我一个小方块就能小根本就能拉掉。那这样的攻位就有点凶啊！哎，这个为什么要打辅助啊？你这个敲个平均血可以吗？两边都是2006，这个平均血对他来说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这边滚木滚一下，右左边就被挖了。这个也是打不出来的一个存在。但是这一艘小蝙蝠有点下多了，这边如果小蝙蝠下的话，这样就亏费了。因为直接直接是可以杀掉蝙蝠的。lợn kiểu mới nó mạnh động hơn. Fireball poison coming. Poison coming, poison coming. Poison poison coming, poison coming. Fireball. 的一个团伙的话有点亏啊。这还行，至少能够把枪解掉。这个枪是跟不了什么东西的，我滚啊。这边跟佐洛，佐洛这个滚就还。哦，巴巴利亚！野猪头皮发麻，死了！巴巴利亚输了，被强行敲了一下出来，直接是我掉入野猪。这一把我感觉血王他是有机会的，从他这个卡组的明面上来讲，他是很克制 AU 这一套的，他野猪是很难打进来。我一个电塔加一个黄毛，而且我火球不用砸你枪，我这个黄毛打你都很弱的，没错。这边是直接火球打到了左边两枪，AU 如果AU 他直接是滚不滚的，其实这滚可以留一下。không phải Rasco, Rasco không thực ra không phải Rasco, ít khi gặp Rasco lắm. Fireball coming, vào được. Barbarian gặp tiếp theo. Có quyền giác của mình ăn đi được. Hunter, vẫn có một hit. Yeah, Omega, Fireball coming.这边直接用火球打掉一个，其实他这一波我觉得火球不用去打。Monkey Monkey 得 Monkey 得 Monkey， 对了，得 Monkey。电磁弹这个野猪就行。白梦，右神顶了一个野猪，对了，右神直接把。喂，没白梦。这个女武神 ，Nice！ 哇，直接又一个预判，那这样的话这一波猪直接爆炸。我们可以看到这把血猫，它是有一个巨大的输出，那么实质是 Nova 的 AU。哎，给他，哦，没力，这个可以不用解了。他带了一手锅炉，好像这个锅炉。哦，慢。锅炉还是大电塔去垫这个有一点亏的。加了一个排药，排药吧。这套卡组应该是一套带上一套大皮大，但是缺缺王这一边好像也是一个大皮大。我们看这场比赛，我们看这场比赛。前期保下还是可以的，他是想用锅炉。是个后面从白的从白某边某，这边这边两边阿兹。已经可以明白了，双方都是大皮大，但是这边有一个锅炉。trận thằng số kinh đánh với lại rắc thằng gai cũng hay. Trực tiếp là giao lại cái khoảng gỗ. Tiếp theo khoảng gỗ không quản được mà. Ấ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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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el gặp deck này là quá ngon. Cái này có thể
这共工每次发的伤害时间都会有明星卡我差一点还好跟了一手滚布那现在这边是你们随便用挂对吧这边是用一个矿工的消耗那看看他最后有没有消耗这个这一包平常这一包还一包嘛这个矿工的选择看到这个矿工都是啊 Hello M người đã tài trợ cho anh cái bộ emote cho cái quốc lý trải tình huống hơi có một điểm biến hóa, và từ hiện tại, Sir Jay Wang đối diện đã hạ quốc lý rồi, anh vẫn chưa cảm thấy thứ hai trong tình huống đó, đại khái tôi nghĩ là sẽ là thắng. Bên này là quang công tiếp tục tiêu hao, còn bên này là pháo xe phải bỏ ra, trực tiếp tiêu hao. Poison, poison, poison. Tôi vừa nói xong, anh ta đã lấy một cái lớn.那这一波其实还行，这基本上是直接给他炮车挡着了塔外，没有让他承受的伤害，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矿工是挖了一个满伤害的，这个还得。The girl behind the player， 啊 ，supporter， 哇，直接拿电把，拿电把去捡很亏，而且这一个小兵直接把电把挖掉，再摸一锤。很难受啊，对吧？nó bảo là có vấn đề về nó có vấn đề về wifi và nó thấy là có delay khi mà sử dụng hai ba cái hay là ba cái tên đầu tiên thì nó thấy là delay một vài giây nhưng mà trọng tài lại không lấy mình có đọc được cái status của nó trên Twitter Just have any problem with Wi-Fi internet? 去骗你的炮车或者是皮卡，他这个骗的炮车真的好吗？没有炮车还不错，炮车还把你电话给吃掉呀，这是有点亏了呀。把这个炮车还给自己还好打掉了，继续矿工去吧，还挖这个位置吗？但是也没有东西，不要蹦迪，最慢的十不要没有问题，还不错。现在还有他们干什么？大皮卡下不出来，能不能跟一个？哇，这个炮车保不住了 ，nice， 直接躲塔了。那这样的话，恭喜 AU 连下两城，最终 OK。三比一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啊，con cá đồng cát tuyệt vời. Anh là fan đấy.